它这件帽 T 啊，它就是做短版，就是它把它给帮我盖到，然后它一样，给你们先看一下它的材质，它一样是那种线圈棉的材质，然后手袖这边有做松紧，然后它这个是有点像假两件的那种感觉，对，帽子跟它车在一起，对，它是车在一起的，帽子就薄薄的哈，对，它就像夏天的那种薄薄 T 那种薄薄的那种感觉，就是薄薄的那种的感觉，不是厚重的那种，对，这边是有做两侧哺乳设计的，然后下摆的地方也有做松紧，然后它。弹性的话其实微弹，没有到说真的很弹、啊、没有什么弹性哦，没有很弹，这样。然后它的颜色有三个，我身上是蓝色，对，然后还有这个是绿，芥绿跟粉紫，对，芥绿然后跟粉紫三个颜色，就基本款的帽 T 啦，哺乳帽 T 基本款的、哦、但是它你看只有 Remy 身上的那个就是蓝色，它配的是浅灰色的帽子，对、哦、那其他两个是配黑白色的帽子，那全长呢是62公分，所以很适合搭什么长裤、宽裤、皮短裤、裙子啊，你帮我拉一下，这个应该比裙子也很短、嗯、然后这个是直筒设计，所以如果产后不想要穿那么宽松的哺乳羊、嗯、哺乳衣的，你可以选这一件，要配裙子的话大概是长像 Remy 这样、嗯、然后要配吊带裤的话 是这个我帮你配了一个牛仔的吊带裤、哦、大概是长这样就好，是很可爱。